秋风现在已经到脊背，整个脊背海滩前面就是大海了。哇，这里的海都是贝壳哎，贝壳沙，好清澈的蓝哦。哎，你戴好了、哦，这么快哦？你俩怎么还有这一集？我也要把我的安全帽戴上。我上一次玩香蕉船没有带这种东西，每一次踩到这边的沙滩就觉得好刺哦，真的。先试试水温，很清凉吗？现在我们要去坐香蕉船了。第二个，对，哦，我们已经坐到香蕉船上面了，等一下就要开始玩香蕉船了。哦，哎，第一个太乘风破浪了，我以前没做过第一个，哎，感受完全不一样，哎，哦，哎，可是我在垦丁坐的香蕉船是一定会让你翻的，哎，哇，好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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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首当其冲，哎，我觉得我这个贴纸快要掉了，哦哟。哇，哎、欸，这个有比香蕉船还猛哎、欸！我靠，这个更陡了，这比香蕉船还狂哎、欸！对啊，哦呦哦呦哦呦！压车压车压车！跟我一起来有一个女生。它太轻了，然后就是一整个整个人一直跳起来，一直跳起来，一直飞在上面，是不是？一直往上飞。哦呦哦呦！好狂好狂！下去了下去了。哦，要出发喽！哦呦！哇、哦、哇！站着好狂哦，好累哦！哦呦哦呦哦！我吃了一堆水。我也是。哇、哦！可以的，可以的，撑下去。你环马步多久好啊？多久好啊？你知不知道我刚刚一度以为我要下海了？我也是。刚刚我真的一度要抓不住，想要放手哎！哎咻！哎咻！哎！站着真的很难得哎，很难得的体验。大部分时间是站着，因为它往后冲，你会就会自然的半蹲了。出发喽！哦呦！哦！太卷了！也比较容易飞起来，是不是？有一片飞起来了，不晓得为什么粘在我腿上，太刺激了，太刺激了。我经过一连串的水上活动，还有，哇哦，是什么？屁股坐在里面，抓两边手把，两个人搞不好更容易飘，有没有？不送了，不送了。因为全部都是黑色的烟，哦，看不到什么叫做烟。哎呦！我感觉我屁股凉凉的，要飞了！哇！这个超快，怎么这么快啊？难怪你急叫我们抓紧。我还没上来，
后面上。脚前面坐这边，然后后面那个也是脚前面坐后面，双手绑在一起。哦，好痛！颜面暴击啊！哦呦，哦哦哦！哇！哦哦哦！哎，不同的设施坐起来都有不一样的感觉。刚刚我从这边一路玩过去哦，刺激好玩，刺鲜有趣。以前我是有坐过香蕉船啊，然后是在垦丁。这一次呢，坐了很多不一样的这种汽船，感觉十分有趣哦。我们今天就到这边了，下次再会，拜拜喽。大家好，我是吴秋峰，现在人在基贝岛，等一下就要坐船回台湾了。来到澎湖，当然要带点当地名产回去嘛。我们这次1000块就去买澎湖名产黑糖糕。